有一只粘人的狗子是什么体验？那真是24小时全天候的盯着你，一点自由的空间都没有。早上我还没起，这个大黑狗带着他的弟弟就已经在床边守候多时了，等着我带他们出去玩。到了院子也必须得我在，我不在他们就不玩，所以哪怕寒风中我也得陪玩2小时。吃饭就更不用说了，都得蹭一口，就连上个厕所都走哪儿跟哪儿，一地的玩具，我不玩他不玩，哪怕他转悠一天累成狗都不肯在视线没有我的地方睡觉，真是累心。为了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我在点淘抽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小东西，让银子和王子来个拆箱。银子，你喜欢哪个？哦，喜欢这个呀。那你戴上吧，这两个你选一个，你要哪个？哦，要这个呀。这可以割奶，一会儿给你倒奶啊。然后那个狗窝拖鞋你不喜欢，这就给小王子了啊。来，王子给你好东西，来，喜欢不啊？银子，一会儿给你照照镜子，以后你老玩石头没牙了，你就只能天天带着这出门了，特别滑稽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好啦，喝奶时间到，可以了。他俩有事干，我也有时间好好追剧了。应粉丝们的要求，这回呢，我在银子面前装装柔弱，看看他会不会对我好一点。我有点难受，能不能安慰我一下？爸爸，爸爸，我身体不舒服，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吗？刚才你妈要打我，不帮我报仇啊？她要打我。我得整一下银子。啊、你不是爱吃吗？我不可能给你。你理什么呀？干嘛呢你？我装温柔，他也不跟我好。你越这样，他越不跟你好。你看这弄这一地，我上午刚收拾完的，现在又脏了。OK， 一空，来我这儿打扫一下。好的。我就说你俩真幼稚，不让人省心，还不如我那扫地机器人呢。清洁完成，返回基站。你们俩好好反省一下吧，我现在要去姥爷家一趟，你俩乖乖的啊。我有方法看着你俩，你们俩不许闹了啊。瞅瞅他俩干嘛呢。哎呦你妈。下去，银子下去。你说话温柔点，银子下来。真乖，回去给你带好吃的啊。今天又是考验你跟爸爸亲不亲的一天，咱们今天做个小实验，玩捉迷藏好不好？那我带你出去玩去，走。出发。你对自己有信心吗？没有。等会儿东西都带了吗？下雨了啊！对银子施展一下我的殷勤。哎，远远的啊，捂着眼睛。远远的啊。好，我去了啊。啊，太好。哎。闻味儿呢，嘿嘿，你找着啦，跟着你呢，跟着呢，啊，跟着你呢，换你了，你还用捂着眼睛吗？好了，你去了。好呗，跟没事人似的，捉迷藏呢，你倒是找我呀，救命啊，银子！哎，我就是掉井盖给你也不管。哎，我也很生气，为什么不找我？不够解气。啊、我真的很失望。你不用给我打开，我自己会打，我自己会打。
天大不了你离婚。前两天也吵架了，我为此跟你说了，咱俩有说有磕。回来啦！啊，你俩挺高兴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姨呢？过来跟姨拍张照。来来来，快！眼睛是不是可以再大点？腮红也能拼，还加这个美妆，可以吗？睫毛再加一点，口红可以在颜色再深一点。配眼镜怎么那么重啊？拼一下，拼一下，把脸拿手上。弄小的，弄小的。银子高大威猛，却一直单身，这也让我很苦恼。正好邻居昨天给我发了个微信，说他朋友的边牧要寄养在他家几天，正好是个小母狗，叫小七。我一听，这不机会就来了吗？我赶紧接过一见面，真没意思。可能是小七被眼前的大黑狗吓得够呛。我一看这哪行，孩子不懂事儿，当家长的得会来事儿不是？我赶紧安慰一下小七。本身他主人不在，他就害怕，这让银子一下胆儿更小了。这主人干嘛去了？主人失恋了，去深圳旅游散心去了。家大银子绝对是直男的性格了吧？当着人家姑娘的面不好好表现一下自己，就在捡的砖头边上看着。麻烦离我的砖头远一点，谢谢美女。不好意思，美女，你坐在我的砖头上，挤开一下。自己玩球也不跟人家分享，小七邀请银子玩了好多次，银子就是原地不动。他是不是有病？我走到哪儿，他跟到哪儿，好像完全忘了他还有一个相亲对象要照顾。最逗的是要走了，银子一点不舍得都没有，头也不回的就上。